最后，我要感谢安老师。如果没有您，我可能就跟唐瑞雄一样出去打工了。这杯，我敬您。安老师，谢谢。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谢师宴，我是真的不想办，我也不想听到他们说他爸死了，他妈疯了，他还是能好好学习。老师能懂，所以你放心，我会一直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。万一哪天自己想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安老师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那个笔记我不卖了。那是很大一笔钱啊。我想把它送给老师们，代替谢师宴。如果有人需要，就复印一份拿走。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报答你，但是我想长大以后变成你，力所能及，帮助更多的人。